coordinates locked.为什么看你在睡里有点怕？谁在睡里？哦不，你啊！我看你在睡里。我刚刚都没有走动，怎么会睡里？这样呢？嗯，正常。没有，要下午了。要不然我们刚刚都玩好好的，如果一场穿不过大气层。对，超厚大地层。跳哪里啊？要跳，是不是跳这里读跟踪虫？哎呀，不要怕。所以轨道干扰或者是电磁炮台有料吗？轨道干扰这种，就是大范围 EMP 那个，感觉用不上，它不像上次那么极端。你刚刚看我看我们打，应该还好。我刚没看，我刚刚都在努力吃午餐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下去再玩一次你 就知道了。我觉得没有，就是用上一次的逻辑没有不行，但是好像可以不用。我看到一个双人门，我这个方向。追踪筒，追踪筒，看起来是追踪筒的同学。那个吗？对对，不对，一般同学，垃圾。靠腰。空欢喜一场。真的有，真的有，在我后面，在我后面。好，有两个人。Oh no, 追踪筒在我旁边。没有，我打到另外一边的巢穴，我打到另外一边的巢穴，然后那个是一般的巢穴而已。对啊，拆掉了，拆掉了。那我们下降，我都没看到哎。我只看到右上角拆掉了那个巢穴。我觉得有两个追踪筒巢穴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接过，接过，接过，上帝之名，接过。对，这也是，这也是，是不是那个？这个，哟！一转头就看到了。啊，撞到了，两个都拆掉了。哇，有人的嘴真灵啊！我就跟你说，一定要降红色的，不要怕。昨天连三拉三的时候，场场你不在吗？什么连三拉三？我们玩三场连续降下来，都直接压爆跟踪虫。我应该不在，我忘记是跟谁。我看到那边有那个尖叫虫。对。有一把机枪可以拿来玩，路边捡到的100块。我要去捡我的新跑。他不是要开那个碉堡吗？对对。我被揪死，我被指挥官揪惨，打别人下来吧。没有，旁边有人。按哦。你进去门里面，不要出来，我丢500。好了，卡建模门里面有子弹吗？卡住了，卡住了，那帮你解脱一下吧。你丢弹幕啊？怎么帮你？
救救我们的队友！你有办法自杀吗？还是自杀？哪一个卡住？哪一个卡住？花生还是？后面！你们两个！后面！哦，出来！但是装备是不是就捡不到了？不知道。我先去解那个雷达。 看看还有最终层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操了！没有啊，卡进去了。对啊，卡进去了。这位才能捡到手榴弹，好神奇。哇，地堡不给进啊！哎，看样子是薪资不够，不给进地堡。毕竟是有钱人住的地方，不能随便进去。 这时候会体现出机枪的好处，直接在那个嘛叫吧。哎，机枪怎样？那叫什么？装甲穿透会比较好一点点。这关好像蛮多指挥官的，对啊，感觉体感上很多。机炮吗？机炮。 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如果你机炮一定没问题啊，而且要拆那个重穴。哦，差别只在拆重穴。对啊，你机炮一定没问题的。华生独自走向核弹场。没错。没有那个可以先，大概四炮台制一手。 啊，左上两个就交给花生，OK吧？没有那个要找，那个要先找，这个真的要先找，我没有人找，找到没时间。小心哦，还有一个空袭哦。反正那个雷达已经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地方？那我们先过去你那里。 这里也是，好，这里也是。好，自己炸飞。我们这边比较近。哇，那这一圈要绕大圈呢，如果不想出发的话，就要绕蛮大圈。下上，右下，歪了。这是扩步。 他好像，我看人家说好像不要同时，好像会有 bug， 好像可以同时开，但是会有 bug， 没关系，我先清而已，然后布一下这样。为什么又歪掉了？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here？ 有爆来了，那我就不丢500了。好，来，还是那信炮，还在 CD。 你可以先轰他那个屁屁啊，多一点伤害。哎、欸，啊，你怎么死？他脚插到我了。有爆了。那要先守哪一边的？华生那边吗？我们这边吧，我们就是，我们这边是清好了。这边现在变得有点混乱，那个，所以你那边在暴走。对。 那我们这边就先开始了。那我们直接开好了。我竟然在爆点。抓按哦。好。
炮台丢在那里，注意一下。没呢？哎、欸，被弹开了。他不同面向啊，稍微看一下。他有四弹。好、哦、呀，我炮台爆了。Sorry。干扰，电磁干扰。后面有个后面有个瀑布。哎、欸，丢我那个震撼，我走不动。哦，尾刀干扰，我刚刚讲。哦。完了，我们失败了。哎、欸，是。我那个炮台掉了，有点亏。通的冲锋，先把小杂鱼清一清，好办的。妈，这出怪。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，会这样一直升怪啊？不是，他打爆了就应该结束。哎、欸，还在升、欸、电池，不行了，电池是电池，我这一生的敌人。机器人最怕的东西。没错。哎、欸，他一直不停呢、欸。这该不会是他的 bug 吧？我也觉得有可能是哦。所以你如果不去按，他就这样一直升呢、欸。啊！我要死了，救命啊！所以你去按了是吗？我还没按呢、啊，我没办法、啊，我招着补给，我受不了。所以按不按不行啊，他真的又升了、欸。OK， 按吧。啊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我要死了。有人有办法按吗？还是要先离开？还是你们要来我这里边？因为我这边架好了。先离开好了，因为我昨天那边是先离开后才正常。那我先按了。你那边有没有补给啊，法师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有叫，我这边只有一个子弹弹夹而已。你旁边。是我收到你们吗？是。那为什么换人没出烟呢？你开了？他按任务了。我要按了。快可以按了，可以按了。丢核弹，丢核弹。啪啪啪啪啪啪啪。
我完了，我撞裂成人，恭喜！操！没事，我很好。结果我是被气泡击杀的。但是我现在断腿，然后我又那个了。这个炮台好可怕，嗯，太可怕了。但他帮我守了一波，将功赎罪了，好不好？反正我那个时候也没真的，我可能真的要自己插针插针插针。怎么了？那我没真的。啊。剩十二秒，应该可以冲掉了。那我们回去刚刚那边就有补给。对啊，这边就正常了。后面一直冲锋，不知道，他刚才从我面前跑过。哎，那这样老实想，我不知道这地方躲哪边才安全呢、欸？他四个烟的话，理论上是要一人守一路吧？我在猜。那如果一个人怎么办？一个人本来就有炮塔，没有他不会同时，就是他会出来一个，然后升一些之后就消失了。可是刚刚看就是场面同时有四道烟在出啊，但他有时候会换位置，因为严重受损。哎、欸，现在又哎、欸，现在他不出怪了是吗？他现在不出怪，又所以 bug 了。嗯，好哦，我把那个啊，没关系，能炸掉就好了。哪里？没有娜娜，我在前面这边丢补给。啊？怎么了？被人家震荡了一下。我刚刚想要硬滑身。对，你也想害他？没有，我只想让他电疗一下。滑身要拿吗？啊，好啊。因为我不知道干到谁的那个补给背包，我好开心哦。那是我的。我们也只有一个人带吧。我的。他刚刚干那个断线的路人玩家，他超开心。哦，有啊，之前那个跟别人打路上野生的那个补给背包，哦，真的开心，补真。有缺样本吗？确认一下。没有吧？装满了。OK。啊，你都买了。啊，以现在这关这样的 bug 来看，还是带300清场比较快。哦。嗯？你无限暴走的话，你要清场。对啊，就是掉380然后赶快跑啊。应该是要绕。逃走吧，你不是说要拉远吗？可是我有注意到那些怪不会完全消失，所以你还是要清掉那些怪，还是说我碰看到那些怪都是其他巡逻队整过来的？我不确定。巡逻队吧，因为我刚怎么好像有个大洞哎、欸。可是巡逻队不太会有那个五斗虫七八只的情况啊。不知道他分配很奇怪，是我刚走的时候就是。也是还有在升，哎、啊，刚回来是没有的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是升完升出来的怪没消失啊，没正常消失。
然后每次找这个位置都觉得有点……哦，真别说，我们刚刚有一局，第一个就找不到，那场玩到时间耗尽呢。对啊，完全看不到对吧？后面跟踪虫，啊不，追踪那个冲锋虫，巡逻队小心哦，我们要空袭哦。OK OK， 然后都已经处理掉两个跟踪虫，好像还有。你应该要想是雷达都开出来了，还有没清掉的追踪虫，奇怪。没道理的。拖布一枪砍。哦不，我的炮塔应该挂掉了。哎、欸，后部的呕吐转向有变强吗？有，他有讲。所以他现在左右吐哎、欸，分布的范围会变广。我刚看到他是左右吐哎、欸，还有个洞是不是在那？哎呦哎呦！直接跑过来找我，结果各位，我不管，直接丢空气，应该有丢到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浪费我一个空袭。哎、欸，你好像掉下来了，上面有一个洞哎、欸，开机关吗？我们不是要做任务，怎么跑到青虫穴？关了，都已经过来了。不冲突，哦、对，好像也是大型洞穴嘞，谁的运气这么好？就是我们。看你表演了，我应该没办法。啊，算了，我叫一个补给。我应该改不了，后面有另外一队球队。我在帮你打。我还是冲锋，两只。那冲锋船浪费我的子弹。看到头了！有点东西啊，兄弟！还有带着好兄弟来找你们喽！嗯，我全部都吸二 CB 了。这边有子弹哦！好，我们可以解任务。找驾驶员了，不要跑喽！阿生，你为什么跑下去了？啊、哦，我想说要救一下那个，我们第一图被追了，都没有同学爱的，那好坏啊、哦！不太对吧？刚刚不是早就关完了，为什么大家跑到下面去？啊，哎、欸，刚好回来就看到虫穴的位置。真的吗？在你那、欸？哎呦，被撞到，哭啊！他脚破了，打你鸡腿。先撤。哎，你们怎么还在重圈呢、啊？我们已经找了，先讲一下哦。一切人在刮怪啊！我在展现我技高一筹的实力。没错啊，早就知道了。
需要帮你增加难度吗？这不用了，不要客气啊，我们很乐意助人的。常常看这个也很适合丢。哼，不是，但是我现在很怕在后面被。不会啊，那么高。会啊，我们在低处哎、欸。我会跟虫绕，因为我跟虫绕的时候就会走上去。来了吗？没有吧。来了来。我按了。OK。不对啊，不是应该等你布局吗？没关系啊，你直接用啊，我顺便布啊。说的也是，应该没差那么多了。哎、欸，厂长是带晕眩弹吗？对啊，那应该 OK 啦。快守不住的时候丢一丢就好。只要不是那个爪铁啊。滚！哦，跌倒完了，完了。看好了，守好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怎么在射我、啊？太歪了吧？这台机器会爆吧？哎、欸，赶快走了，走了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哦，我被卡住了。你不会按下去点？那两个兴趣点没东西啊？啊，已经去过了是吗？ OK。没有，远远看就不是可以拿点数的。一个是那个吧，一个是超级样本，然后一个是没东西。超级样本我拿了。对啊，我说那两个。我拿来干嘛？但我还是捡一下。嗯。小哎、欸，你怎么死的？掉来都死的，自爆自爆。哦，那个死鬼靠，死小鬼，大爆。我这你在我面前直接不见，而且是炸开，我吓一跳。感觉应该不行，这就掉了。可恶，那个机枪！好掉了，五百啊！嗯，我们后面那个飞叫烟的，真的。在那里，直接下一个炮台在这里好了。先送他一个飞鹰、欸，但是飞鹰好像在那种地形，没什么用。他不会脱壳呢。我收回我的话，打了三十个。有啊，脱壳了。哇，受到干扰！哎、欸，旁边，我不过他后脚，打他前脚，没有，我觉得直接打后脚比较快。你内心体打前脚可以脱壳、啊？嗯？
不是吗？有时候内心体可以，但他是来再一次，我打拳脚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嗯，哦、我在刚刚刚播了，刚播了，有一只，不是打久了车有点错乱了，我今天又在拿无后坐力，过不过不，我播另外一边。 哎、欸，我播到哪里去了？没打到，没打到，没打到，歪了。500，500，空袭。哼，现在他比上。有气泡。我啊，机器人。有叛徒，我快教育他，我快教育他。弟弟，机好难喝。 机器人的叛徒，人家是人形虫，是人形机器人。哇！直接在我们这边出烟了、哦，太开心了吧！ 我们两只破布了，一只好像快，拜拜。后面那只应该是，走吧。直接走，干扰电池干扰打掉了。所以 OK 啦，这个任务。 还是因为跟华生还那么简单，<笑>一高一丑哎、欸，<笑>太厉害了，技高一丑。<笑>21号之后没有你怎么办？哇，那也是没有办法。毕竟我还是想要玩一下艾尔登写个文章，然后再去巴哈赚个 GP 这样子。<笑>还是你要去艾尔登里面宣扬民主。 哎、欸，你知道真的有这个 mod 吗？真的吗？有人跟我讲有啊。这会长怎样？就当然不会完全一模一样，但是会尽量让特效很像那个，就是里面的战略攻击这样子。啊？所以它也有十字弩。<笑>有啊，反正里面就有弩啊，反正里面就本来就有弩，所以并不是很压抑的事情。那当然枪的话会比较难宣扬民主啊。 看看之后战力会不会多个几万？试一试。真的是鬼、欸，太强了，机枪，应该都是炮弹。有人在灌水啊？女主官，有人在灌水。我们要继续打活动的吗？还是要？